血管狭窄 50%， 60克黄芪配两物，血管畅通无阻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宇浩教授。很多的人有血管狭窄的问题，都不得不吃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降脂药。那中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有效的小方子，悄悄地告诉大家，效果真的很不错，可以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。方法就是用黄芪60克，赤芍和防风各10克。黄芪呢是君药，可以补气，气足了畅通经络。赤芍呢是辅助的，具有活血化瘀、清热清肝的作用。防风呢可以解表祛风的作用，往外发散，可以防止风邪侵入。所以这个方呢，它在疏通血管的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如果有血管狭窄的朋友，不知道这方适合不适合你，用量多少的话，可以点我的头像和我来说一说，给自己多一份告别病痛的希望。